上姓安，平身，见皇上。启奏皇上，近日山西大旱，老臣哎，咪住，朕有件重要嘅事要先行处断。人嚟，全堂伯父等人上殿。全堂伯父一干人等上殿。草民叩见皇上，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平身，谢皇上。朝廷开设恩科，意欲招揽人才，但居然有朝廷命官任意妄为，公报私仇，擅自将士子嘅考试资格剥夺。太师，你可知此事？回皇上，佢哋乱噏嘅啫，佢想诬蔑老夫。皇上千祈唔好相信，家阵又冇人话你，你使乜自动投案啫？咪系咯，无私显见私。启禀皇上，此事千真万确，草民绝无半点虚言。冇错啦，皇上。啲人投担案，草民可以证讲大话。静啲，静啲。而家原告、被告俱在，朕今日会主持公道。华太师，朕嚟问你，你系咪去过礼部喺考试名单之上将唐伯虎除名啊？回皇上。老臣之所以唔俾佢考恩科啊，乃是为咗大明嘅江山社稷啊！呢个唐伯虎乃系我华府嘅小小家丁，自卑自浅，最叻就系使矛刺倒马桶。你话何德何能考恩科呢？太师，你所讲系真嘅？哼，卖身契喺我手上，有朋有据。可惜签名嘅系华安。并唔系唐伯虎噃，你喺契上嘅手印呢，冇花假啦啩？你后加条文，分明就系想偷天换日。白纸黑字，你吟诗都吟甩啦！你唔俾我赎身，摆明就系有心留难。你卖身入华府啊，讲到明就系荒唐绝顶啊！你礼横折曲，你哋强词夺理啊！你两位旗鼓相当，讲得好，讲得好。讲啊，讲俾皇上听下啦。一个苏州才子为咗个丫鬟秋香，不惜一切扮鬼扮马卖身做奴仆喎。唐伯虎，你真系咁荒唐？乜嘢才子啊？看人哋武文弄墨写断头诗喎，写到明我卖身华府为秋香，我冇讲错啊嘛？咪住，我追求秋香系一件事，考恩科系另一件事。兩者並無衝突噃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你師德有規，讀飽書都冇用。試問一聲，殿上文武百官，有邊位係冇妻室？有邊個唔係三妻四妾㗎？唔通有妻室嘅就要告老還鄉？咁太師你，國家係需要人才，但係唔需要你啲咁嘅拈花惹草嘅登徒浪子。你啊，心術不正，污作妄為。若果俾你考恩科，就是百姓的災難，大明的慘劇。太師，你出於書香門第，學富五車，四書五經你可曾讀過？聖賢之書，老夫熟種如流啊！五經之中，詩經為首，關雎之篇脍炙人口。精明，你可以背幾句嚟聽下嘛？可以。關關雎鸠，在河之洲。苗條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求之不得，仲會輾轉反側。大家聽到啦，聖賢都講君子好逑，我追隨聖賢行事，有咩唔啱？有咩唔妥啊？講得好，冇錯，有道理。咁你係講得啱嘅。文過飾非啫，冚唪唥都係花言巧語，無媒苟合，勾引丫鬟，咁仲唔係登徒浪子？太師亦都言之有理。禀告皇上。我追求秋香是真心真意，天地可鉴，才子佳人，天作之合啊！万恶淫为首啊！淫贼嘅考恩科系乜嘢道理啊？法乎情，止乎礼，我对得住天地良心。发恶疯，你发花癫；混账，你混吉。你两位稍安毛躁，原来你哋争论嘅关键所在系一个小小嘅丫鬟，冇简单啫。人嚟，全秋香上殿，全秋香上殿。
民女秋香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秋香，你是否钟情唐伯虎啊？皇上，民女唔明白。事缘就系咁嘅，唐伯虎又告太师话佢公报私仇，剥夺佢考试资格。太师又告翻唐伯虎，话佢勾搭丫鬟淫乱华府噃。若然秋香同唐伯虎两情相悦，咁即系太师多事棒打鸳鸯。若然唔系嘅话，就即系唐伯虎色胆包天泄欲偷香。假若太师徇私枉法，轻则误杀不保，重则抄家问罪。但假若系唐伯虎淫乱华府嘅话，不但因科无望，朕仲要罚佢发配边疆。是非黑白，谁是谁非，就凭秋香你自己嚟定夺啦。秋香，你唔怕坦白讲？秋香，唔使怕噶，你讲真话得噶啦。事关重大，秋香，你答朕。究竟你是不是钟情唐伯虎，是抑或不是啊？秋香，这件事关乎太师的名誉和唐伯虎的一生，你要三思噃。皇上，民女点啊？皇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又岂能一时三刻决定呢？请皇上俾秋香仔细考虑。你都讲得啱。朕就俾半个时辰你仔细参详啦吓。多谢皇上。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大殿上亲审奇案，仲喺个包青天。朕做皇帝以嚟都未试过咁开心。皇上，秋香如果一阵间真系亲口讲出佢唔喜欢唐伯虎，咁唐伯虎系唔系真系要充军塞外啊？君无戏言，你估假噶？啊！你答应过朕，教朕玩翻摊嘅窍门，你唔好反口啊！欺君之罪，我谂你都担当唔起。草民不敢，皇上，草民嘅原意其实都系想帮伯虎讨回公道，攞翻考恩科嘅资格，冇谂到事情会越闹越大。草民恳请皇上收回成命。点得呢？朕先啱啱玩出嘅意思嚟，点可以半途而废啊？皇上，草民恳请。你好大胆喎！你叫朕出手，朕就帮手；你叫朕停手，朕就停手。你以为你系边个？你估你系太上皇啊？草民不敢。你唔好再啰啰嗦嗦啦！你再啰嗦嘅话，朕就赐你死罪。退下啦！皇上息怒，你仲唔退下？草民告退。文斌，点啊？皇上肯唔肯收回成命啊？本来俾你撞到皇上，就等同天降福星嘅，点知而家横生枝节，仲越搞越祸添，真系衰到以前重。咁我都唔想噶，唉，识字头上一把刀，晓莲对你痴心一片，你又唔珍惜，走去惹嗰个秋香。好啦，家阵现眼报啦。你咁样讲话唔啱啦，恐若成人，孟若取义，情爱嘅嘢边有得勉强噶？你自己学上唔系一样啊？你明唔明啊？我明白，我当然明啦。但系晓莲系我个妹嚟噶，我有权嬲噶噃。你真系打横嚟讲噶。喂，你一人小句啦。喂，一人小句啊！而家最紧谂办法帮伯虎啊。边有得谂嘅啫？正所谓知心对明月，就明月照沟佢。嗰个秋香都当街当巷兜口兜面咁刮佢揼佢噶啦，仲点会开口话中意佢先得噶？咁唔通我哋眼白白睇住伯虎去充军咩？伯虎。伯虎啊，你开句声啦，我哋帮你谂紧办法噶。伯虎，如果秋香真系对我无情无爱嘅，我仲有咩说话好讲？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我系吴子密，我系张景顺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啦，收睇 TVB 精选剧集精华。仲有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新新出咗一条专门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嘅剧集带俾你哋。記得 subscribe 啊！